我跟您一块儿吧。我不用，一个小屁孩，我还整不了他。那你们两个之间总需要一个翻译吧？我不跟他说话不就行了吗？佩服佩服，行。你在家就好好倒倒时差，好好休息休息啊。那行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宋先生，您去哪儿啊？您不住这儿吗？不住这儿，我住酒店。我就让你妈住这儿，她非不非要住酒店。哎，你别看我，我同意她在这儿住，我可以委屈委屈，她自己不住啊。那你在这儿住呗，你陪我聊聊天儿。这一年没见，你也忒冷漠了吧？不是冷漠，你爸也说让我住这儿，但是我不想住这儿。我们这么小的地儿怎么住啊？对不对？再说我一个人也住惯了，独了。嗯，在家好好陪陪你爸啊，跟你爷爷亲近亲近，好吧？好。我先走了啊，我走了啊，送你妈去啊，我送她下去。那孩子自点心啊。哦，行，这怎么还轮着我费心？我是你前夫啊。红卫快跟你一样了。我天！怎么样，老爸？惊喜吧？这些都是我淘来的 vintage。真可以，这好几张都是绝版呀，这花不少钱呀。你必须。你那什么，你这零花钱省着点，没必要给我花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周末不是打工嘛，我攒了不少。嗯，你那卖橘子汁儿能卖几个钱？我这积少成多，我明年还能申请奖学金呢。行吧，谢谢啊。哎，爸，你是不是得跟我 update 一下你最近的情况呀？什么可 update 的？我说每天都给你视频，都给你报告过了吗？我说您的个人问题。我没有个人问题，只有集体。现在我每天忙工作啊。您没和小米阿姨和好吗？你们两个是不是偷偷和好，没告诉我们？不是陈佳佳，我有必要再跟他偷偷摸摸和好，不告诉你们吗？我怎么把去年的悲剧再重演一遍啊？我人就是义务的，想给我帮上忙。你怎么知道人家只是想帮忙呢？我就是知道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头几天啊，有一天我喝多了，我去跟他表白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啊，但是好像没什么结果。你告诉我，你具体怎么说的？我喝多了，我不记得我具体说什么了，反正就歌词大意就是说，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。不是爸，你这么狡猾老道的人，你能说出好朋友这三个字？哎呦，你真的是气死我了！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？你打住！你怎么还训上我了呀？行，我不说这个事儿，行了吧？我们来聊聊工作的事儿，来。行。你们公司那个小程序不是停了吗？钱最后要到了吗？不是，您怎么搞的呀？训完我的感情，又训上我的事业了啊！我不是想训您，我是想给您一点建议。嗯，就你们公司那个 UI 真的是丑的要死，你什么直男审美辣眼睛？我那是临时从网上找了钱顶上去的。你怎么能随便顶上去呢？一个 logo 和 UI 是平台的门面。是。哎，行了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您别操心了，反正我物美价廉。行啊，你还跟我要钱啊？我勤工俭学呀，这些都是要钱的。啊，要钱的，爷爷，你这卖给我的，这是。嚯！哎，这么多好东西啊！爷爷，我觉得你穿这个最合适。是吗？是吧？这可真够花的呀！啊，哎呀。哎，对了，爷爷，嗯，这里边是保健品，里边有钙片，还有软化关节的。哦，您要是看不懂，我待会儿把中文给您写上去啊。哎呦，谢谢谢谢我孙女。咱俩谁跟谁呀？你还谢我？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你看看啊，这爷爷要穿上，哎，有一个词儿叫什么？style，这您都会啊？哎，太潮了吧！你看看，爷爷当年在厂子里边，那也是一个弄潮儿，爷爷就是江西 style。好，家。哎，对，就这家，我朋友说的，特别好吃。王老师，你请客啊？哎，我老公说他来接我，要不加他一个？没问题啊，徐律来可就轮不到我们买单了。行。哎，老婆，我的下线。他俩，哎，徐律，你还有兄弟单身吗？要有的话，帮我们也牵个线呗。你这么好，那身边的亲戚啊、朋友啊，肯定也不错。我还有一个表弟啊，不过他还在上学。
要不你们再等几年？这要是可以的话，就等呀。现在很流行姐弟恋的。哎呀，我就不喜欢姐弟恋，我喜欢大叔。大叔哪好，多油腻啊，哪有帅的？谁说的？哎，你看，我昨天刚签的作者 Alex， 那简直就是绘本界的佐藤浩市。哇，这可以啊，看看。挺有名的，但是不如小杰昨天家那个作者林川。天哪，小杰，你加上林川了，他可是出了名的不喜欢社交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林川呀，他不仅人巨帅，他特有才华，而且是咱们这次绘本拉力赛的冠军。哇，你也不看看咱们小杰的魅力，像徐律这样的现实霸总都被拿下了，更何况……哎，吃个鸭头吧。说什么跟什么呀你，扯远了。老婆啊，我怎么没听你跟我提起过这事儿啊？嗨，都是出版社老大给安排的，又不是我们决定的。你们都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嗯嗯，来，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上一次是前锋，这一次是家人男作者，你到底在不在乎我的感受？哎呀，我在乎你的感受。这次这些作者是总编让我加的，因为如果我这次能够顺利签约的话，我就可以升为主任了。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升职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。而且你相信我，我肯定不会跟他们有私下联系的，就算见面，我也会约在出版社来见面。而且我的手机里也可以随时都可以看到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工作，工作比我重要。不是这样的。你知不知道说这些话我心里多难受啊？就像一把刀一样插在我的心上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别这样。我对你要求多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要跟男性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。我相信你，我可以相信他。也没有那么严重啊。你知道吗？我朋友跟我说。像我这么优秀的人，为什么要找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就要接受你的一切，我不在乎你的曾经，我只要你现在完全只属于我一个人就可以了，这很难吗？做不到吗？对不起。我跟他，你选一个。好，你犹豫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好，我马上删，马上删，我现在就删。你看，我把它删掉了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我把它删掉了，你这样我也难受，你别生气了。老婆，我爱你。你能够开开心心的啊，你不要再难过了。你要相信我，好吗？嗯。哎，飞机来了。挺舍不得他。哎呦，别伤感了，要不是咱家的孩子，你想找机会再去看他呗。我知道，我妈没有义务养他，都懂。嗯，一会儿说完你妈妈，你打算干嘛去啊？我妈派您盯着我。哎呦，你怎么还防着我呀？咱俩是一头的。我待会儿，我哪儿也不去啊，我就在家里补觉。不可能，真的吗？假的，我要去参加金家俊创业大赛的颁奖。得奖了？不知道呢，一会儿才知道。哦，那我能去看看吗？您去干嘛？我们俩现在是创业伙伴，你他创业大赛我感兴趣，我关心一下。不管您是什么，我回国我第一次见他，您跟着去您合适吗？我合适啊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肯定不合适啊，哪有人约会带着自己爸爸的？你先打住。不是说什么看着创业比赛，怎么又改约会了？这不一回事儿吗？要再说了，您不别扭我还别扭呢。
你们两个一见面一定就是聊业务什么的，那我怎么办？你妈呢？哎，爸，一定要给我保密啊！你不能跟我妈说。是，放心，咱俩一头的。Hello。萍姐来了。啊，妈，来啊！怎么样，收拾完了没？差不多吧。啊。哎，爸不在家？下楼玩去。哦。嚯，这么多东西啊！你可赶紧的啊！我约的车人马上就到了。您约的车？对呀，滴滴呀。啊，不是，我本来打算叫我爸送您呢。哎呀，送什么呀？人家也随叫随到，好吗？哟，您这可以啊！小张叔叔送您那么多年，您现在体验年轻人生活方式了，不行吗？啊，现在都可以，没车也能随时自由出行啊。Julia, are you coming with me and mom?No, I'm sorry, but I promise you we'll meet again. Okay? Okay. 哎呀，行了，又不是亲弟弟，至于？这好歹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，那有感情的好吧？你可不能对谁都有感情啊。妈咪。嗨。别叫我妈。I am not your mommy. Okay? Okay. 玩去吧。一会儿带你 go home 啊，哈！妈，你说他打小在国外生活，你送回老家他能适应吗？嗨，孩子怎么都能活，我能帮老洪把他从国外整回来，就也算仁至义尽了，是吧？走，爸，你把那两个给他拿上。哎 ，Rocky。Okay, come here.